没有想要谁偿还，没有人愿意孤单，所以希望每天都圆满。曾经勇敢的承担，现在不会成为负担，没有人愿意转弯，所以越走越心安。哦，携手那么难，不怕有牵绊，风雨多变幻，好在有你陪伴。哦，长夜那么寒，回忆好浪漫，爱得再平凡，生活再平淡，最后依然那么灿烂。哦，携手那么难，不怕有牵绊，风雨多变幻，好在有你陪伴。哦，长夜那么寒，回忆好浪漫，爱得再平凡，生活再平淡，最后依然那么灿烂。你要着急啊，就去坐地铁，地铁还快呢。哎，等会儿，等会儿，找你钱。干嘛的呀？别问了，你真有了？哎呀，我这忙着呢，我在赶稿。哎呀，忙什么？别忙了，忙正事。哎，他是干嘛的？出色吗？如果出色的话，得赶紧下手啊，先下手为强。怎么下手啊？他多大？比我大。他多少？挺多的。我想也是。那你就可以以小卖小。以小卖小。嗯，你看啊，他既比你大，而且又很出色，证明呢是闷骚型的，那你可以主动。什么闷骚型的？你让我怎么主动啊？你就笑眯眯的问他，你喜不喜欢我呀？啊？那万一人家说不喜欢我怎么办啊？那你就再笑眯眯的说，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的。你
我说不出来啊。说不出来就证明你不够喜欢。我喜欢我也说不出来。嗯，那就是说明你怕失去，万一不成，将来见了面还别扭。哎，是不是周总啊？如果是周总，我刚才说的算白费啊。我刚才说的那套适用于非领导型的成功优质老男人，对于领导还得另外想辙。行了，别瞎猜了，不是周总。那谁呀？哎呀，谁呀？谁呀？谁呀？哎呀，别闹，我这写东西呢，你烦不烦？你不说啊？这些是我前一阵整理出来的。当年我跟你爸爸约好的，我拍照片，他写文字，把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将来说给我们的孩子听。公司上班，老板也挺赏识他。他交男朋友了吗？不知道。你呢？结婚了吗？没结。没有。没结。我妈我姨挺喜欢冰冰，冰冰也跟我说让我们俩试一试。他说或许我能感觉他比连杰更适合我。这姑娘的性格挺大方的，可怎么试呢？试用期多长？试好了结婚，那试不好呢？这又不是跟买瓜似的，甜了咱就吃，不甜了扭头就走。是，我妈也这么说。这东西不能试，要处就好好处，真心实意的跟人处，这东西试不了。林老师，您觉得我跟连杰还有可能吗？要不您帮我跟他说说，您就跟他说，感觉我还是挺在乎他的。他要是觉得行，您再跟我说说，我。你太没诚意了，你连给他低个头都不愿意，将来怎么一块过？我要是跟他低了头，他就更没完了。我以前就是太让着他。把他让的吧，觉得自己真跟个什么人物似的。合着你都是故意晾人家的。千钧，大老爷们儿不能这么干事儿。那他不能说走就走吧？连个招呼都不打。是，在我这儿怎么着都行。他不能不把我妈放在眼里吧？现在我要真跟他好了，我都得做我妈工作。那你就别招人家连结了，让人家好好过吧，啊？不是我不能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吧？可人家嫁你，总不能是奔着你娘去的吧？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
对他并没有养育之恩，甚至根本就是陌生人。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你要让他发自肺腑的把你娘当成他的亲娘来看待，你得付出。你以为就把他领回家，搁家里跟他说这是我妈，他就立马就会把你妈当亲妈看吗？你就是养个猫，你领回家，你跟猫说，你说这是我妈，那猫会马上亲近你妈吗？亲密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人和人从陌生到有感情是需要过程的。我年轻的时候吧，也是这样，觉得爱一个女的，把她娶回家，往家里一搁，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其实这才是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把原本跟她不相识、不相干，甚至有点不喜欢的人当做亲人处？你得付出，你得让你爱的女人融入你的生活，然后她才有可能心甘情愿的去做一些如果不是因为爱根本就不可能去做的事儿。比如说你妈妈不对，不讲道理，是错的，但因为她是你妈妈，她可以不跟她计较。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告诉我你住这儿，所以我过来看看你。是他帮我搬的家。啊。他昨天把我骂了一顿。冰冰还好吗？他。他挺好呀。他就是那种。挺单纯的女孩嘛，上学、读书、工作。想法挺简单的，他单纯呀，我还单纯呢。谁原来不是单纯的女孩啊？我们俩就是邻居。我祝福你们，真的，我祝福你们。浇过心的温暖，没有想要谁偿还。结婚了，所以希望跟谁呀？天都圆满。婚纱挺漂亮的，曾经勇敢的，回头我也弄一套。哪弄的？日本。现在不会成为负担，没有人愿意转弯，所以越走。喂，周总。哦，我今天就不过去了，我得在家里赶稿子。不怕有牵绊，风雨多变幻，好在有你陪伴。哦，长夜那么寒，回忆好浪漫，爱的再平凡。
憾，生活再平淡，最后依然那么灿烂。哦，携手那么难，不怕有牵绊，赋予多变幻，好在有你陪伴。哦，长夜那么寒，会好烂漫，爱得再平凡，生活再平淡，最后依然那么灿烂。电影方案呢？咱俩都回去再想想。哎，电梯来了，哪天一起吃饭吧？行，你先回去吧。哎，走了。好的，拜拜。拜拜。喂，这种人怎么还理他呀？他们公司要做个药品发布，我们正谈着呢。中午一起吃饭呗。嗯，请你吃日本料理。拿手机。严姐。周总。给你发短信怎么不回啊？哦，对不起，我手机没在身上。您有事吗？那个摄影师令海翔，我想请他吃个饭，见个面，好好聊聊他那本书。行，您什么时候约他呀？看他吧，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好，约好告诉你。等着，别跑。是不是该你请了？朱奎吧是浪漫，属于艺术家型。那 Johnson 呢？务实、鼠辈，属于鸡贼型的。那是因为你对 Johnson 有偏见。他吧，其实也挺浪漫的。哎，你看这个，他送我的，好看吗？他在纽约的时候说在酒店看到这个，觉得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他一回来呢，见到我，觉得我戴这个好看，所以就送我了。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的随意。哎，我想问你啊，他们两个互相到底知不知道呀？反正我是没瞒着。有一回朱奎问我这链子哪来的，我就跟他说我一客户送的。其实我也没撒谎啊，他就是我一客户，我们刚签了一个大单呢。那你心里到底喜欢谁啊？谁对我好我就喜欢谁，现在还没决定呢，中场阶段看他们表现。哎，你呢？你有什么进展吗？我能有什么进展呀？你不是说好像是喜欢上一个什么人？可是我现在不太确定他到底喜欢不喜欢我。为什么不确定呢？您不常见啊？也不是。常见还不知道？哎，那你们见面都干嘛？吃饭？嗯。都在哪儿吃？有的时候去他们家吧。都去过他们家了。哎，那你们有没有？哎，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就没有呗，那么激动干嘛？我本来就没有嘛，真的没有。那你是不是希望有？姑娘，您又不是16岁，您不是还想告诉我你们两个一点那个身体接触都没有啊？哎，你说揉脚算不算啊？都揉过脚了。哎呀，不是，我那天吧，我特别难受，我生病了，浑身特疼。他就，他是保健医师啊？不是。那他肯定喜欢你，你脚香啊？可是吧，哎，那他会不会趁你不注意，假装碰你一下，或者拉你下手？哎，不会不会不会，他绝对不是那种人。那抱过吗？有一次我特别伤心的时候，嗯，然后我就扑到他怀里哭了。都这样了，还说什么都没有？哎呦，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好朋友。那他呀是等你主动呢，傻瓜。他有家吗？没有，坚决没有。
离过婚？啊。真的不是周总啊？真不是。那我认识吗？不认识。哎，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喜欢他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吧，只要我心烦的时候，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特别放松，他特别会哄你开心，也不单纯是哄我开心，他有的时候也冲我嚷嚷。那是不是嚷嚷完了，你感觉更好呀？这呀叫打一巴掌揉三揉，把你打疼了，你才觉得他揉得更好呢。哎，不是不是，真不是。你就说我以前跟建军在一起的时候吧，尤其到后来，我们那真的是吵一次架就伤一次感情。前一段时间他爸爸去世了，本来我挺同情他的，我挺想好好安慰安慰他的，他来北京看我，哎，就那个样子啊，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觉得内疚啊道歉啊，他还恨不得让我去跟他道歉，好像来看我是给我多大面子似的，恨不得让我求着他，让我嫁给他。那只能说明您这位大哥比建军更懂得掌握火候，这也是应该的呀，他年龄大嘛。嗯，对了，你还喜欢他什么？哎，你说为什么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有灵感，就那什么书名啊，那些选题啊，都自己能蹦出来似的。令海强，真是他呀！海强，你真的别不当回事儿啊！岁月不饶人，回头啊，你头发一秃了，将军肚一起了，再得个什么高血压、脂肪肝的，更不好找了。现在的你，都实际的很，谁没事找你一个老头回去供着啊？当然了，除非你得一诺贝尔奖啊！得，为了找媳妇儿，我还得先得一诺贝尔。那可不。来，哎呀，这一趟来的。哎，我给红花买了一包，到时候给他带去啊。你累不累呀、啊？你刚下飞机，你歇会儿行吗？就是，哎，你不说你要上厕所吗？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啊。去去去。海强，啊。一没跳楼，二没投河，还在柳燕公司上班，好像还升职了。哦，哦，哎，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这我没别的意思啊，我鱼还好着呢吧？都活着呢吗？哎呦，我反对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年龄比我大，你不是说年龄不是问题吗？可是跟练海强年龄就是问题。哎哎，你这叫做双重标准啊！那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标准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嘛。那不同的国家法律还都不一样呢，美国每个州的法律还都不一样呢。您说，你要是找一有钱的吧，有车有房子，然后银行里有数不清的存款，你找一年龄大点的就不是问题。如果他死得早了，您啊就是一富有的寡妇，有钱有自由，你怕什么？可要是跟了令海强，哎，他比你大多少啊？都快一轮了吧？你说他如果先走了，能给你留下什么呀？服务员，买单。
下班就过来，成天在我这混。我们周总要见你啊。电话里约一下不就成了吗？电话里不是怕说不清吗？再说了，您这么清高，万一说不见、没空、没时间。你可真了解我。这谁的呀？我姐送龚华的。你姐还撮合你跟龚华呢？你可别跟龚华似的，回头自个儿把自个儿耽误了。哎，哎什么哎？秋梅说。说就说呗，欲言又止，我还有事儿。他说你喜欢我。小屁孩儿。找事儿是不是？我。你什么你？别跟秋梅学，听见没有？正正经经的找个差不离的男朋友，谈婚论嫁。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什么问题？你喜欢我吗？你这属于性骚扰范畴。我跟你说，你要再这样，以后咱们就不能来往。你这么看我干嘛？哎，龚医生，刚下手术，啊，没事没事，我姐给你带了个包，哎，我这就给你送过去，马上出发。怎么着？要不你替我带过去？知道我喜欢你吧？你应该知道我想结婚吧？坠入爱河啦！完了，你算是上了老男人的套了。别胡说啊，人家没给我下套。还没下套呢？他比你大多少，你知道吗？要什么没什么，你说你图什么呀？是不是最多给你一个安慰、鼓励什么的？你哭的时候借你一肩膀，你累的时候借你一胸膛。我要的就是这些呀，其他的我都可以自己挣，车我可以自己买。钱我可以自己赚，你算是无药可救了，被老男人骗的。他没骗我啊，他根本就不往前迈，那叫以退为进。你不要把人家想的那么坏，你以为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跟何春生似的呀？哎，你起码何春生勇于买单啊，毕竟给我找了工作，找了房子，那不就是花钱吗？你要脸想给你花个钱试试？丁海贤还给我时间了，不管任何时候他手头上有多少事儿，只要我需要他都。那是因为他时间不值钱。你就知道钱钱钱。姑娘，您28了，你知道吗？青春一去不复返，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咱们女人拼的是什么呀？就是青春。男人拼的是什么？体力、物力、精力、财力、权力，但凡他们得到其中一样，就可以叱咤风云的。咱们拼的东西是这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东西，过去了就再也不回来了。而男人拼的东西是可以积累的。事业是什么？事业小了可以做大。钱是什么？钱少了可以挣多。就跟玩游戏似的，咱们只有一条命，人家有好多条呢。
就是因为女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才不能去换钱呢。钱没了可以自己挣，青春没了，钱能换呢？哟，谁呀？是生生，还是葵葵，还是张森？朱葵，尽是些假招式，我现在就烦这些假模假式的关心。关心什么呀？你关心，你要是真关心我，就把我娶回家，踏踏实实的关心。你要是不想娶我，也不打算娶我，就把关心我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哎，你说我的青春也就剩这么几年了，你要是关心我这几年，关心别人去了，我老了，我找谁去？我现在什么都不相信，就信婚姻，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啊！你终于懂了。傻乐什么呀你？被老男人骗傻了吧？连杰，跟那个摄影师约了没有？哦，约了。他说他这个礼拜都有空。那就周末吧，礼拜五晚上到我们会所。啊。嗯，去忙吧。非要见令海强，那就见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都多大了呀？这点小事你还摆不平？你要是再这样，你赶快回去结婚生孩子得了。你不知道，我们两个昨天怎么了？吵架了？闹掰了？分手了？我跟你说，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在工作中你可以适当的利用感情，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了工作，懂不懂啊？那我现在怎么办呀？我得硬着头皮回去找他，那又怎么了？顶多让他觉得你对他特别痴情，让他自我感觉良好一下，有什么大不了啊？对不起，我做不到。那你能做到什么呀？你就愿意你们老板觉得你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啊？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下班后你就直接奔过去，简单明了，先把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放一边，你就跟他说我们头要见你，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他肯定去啊。等把这档事儿完了之后再谈下档的事儿。你磨叽什么呀？职场女性，拿出点专业精神行不行啊？我们老板定好了，星期五晚上他要见你。星期五不成？不是你说的吗？这个礼拜哪天都有时间的。
星期五临时有事儿。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是你姐帮你张罗对象啊？你就不能换一天吗？我们老板特别忙。在哪儿啊？金源大酒店。在那儿啊？你先去我们公司把合同签了，然后我们一块儿过去，行吗？行。那就定了啊，星期五。行。你星期五哪有时间啊？一大早就得上长城。耽误不了。赶得回来吗？不用你操心。连接什么事儿啊？非得星期五？非得。要不然我再跟我们老板换个时间吧。不用。你也赶紧走吧。那我走到星期五啊。别磨磨唧唧的了，你赶紧走，我送不了你了。我也不用你送呀。连杰的领导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啊？签合同。你还说他单纯，这是一个单纯的姑娘能做出来的事儿吗？这就跟钱钟书说的书里的一样，一借一还，为的是多见一次。就是为了多见我一面又怎么了？怎么就不单纯了呢？是单纯的想找一份真爱呢，还是玩够了想找个地儿靠着？他要真想靠一个大款，直接靠个春生那样的不就完了？找我干嘛？靠你成本低呀，像春生那样的多抢手啊，还得先跟你姐掰手腕。我还一堆事儿呢。你少跟我说这些。厉海谦，我跟你过了多少年呢？你当着别人的面，当着您的姐的面，你都没有顶过我。你今天你当着连杰的面，你跟我嚷嚷，你不就是在他面前怕丢面子吗？在这样的一个女人面前怕丢面子？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要脸。我不要脸。我单身离异，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你是想追求人家年轻漂亮吧？我就是想追求年轻漂亮，又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追求年轻漂亮了？建军他爸可死了没两天。谁都会死，不是说找了28的就会死，找了38的就不会死。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没见棺材掉什么泪啊？哭错了怎么办？可有前两天，可有一日子没见着你了。哎，带点化妆品，用吧，挺好用的。哎呀，你看你大老远的还给我带东西，谢谢谢谢，一点小意思。哎呀，谢谢，真是。哎，这姑娘漂亮吧？哼，她呀把我儿子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呀。哎，这不是你给介绍的吗？是你儿子让我给他介绍一个模特，他要拍婚纱照。哎，你了解他吗？怎么了？他死缠着你们家朱坤？那倒不是。哼，我这儿子他就是贱呐，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他，恨不得要死要活的，他呢对人不冷不热的。这丫头，人家对我儿子是若即若离，是客客气气，我这儿子可倒好，对人要死要活，贱吧你看。年轻人的事儿啊，管不了那么多。哎，对了，你要喝点什么？哦，不客气，朱姐，不客气，不客气。还没倒过时差来呀？多少天了？啥呢？这是苦练杀敌本领。你杀什么敌呀？情敌。什么敌？哎，
求你了，你边上练去行吗？你在我面前练，我这看着眼晕。哎，你去找那个小骚娘们的吧。咱还有完没完呢？这事儿，你肯定去找了。人大没搭理你吧？就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拆散你们了啊？我老实告诉你，他要真喜欢你，能你前脚走，后脚就跟那朱姐的儿子勾搭上了啊。人朱姐的儿子比你怎么样？人家比你有钱，人人比你年轻，人家能理你呀啊？你醒醒吧你，被人玩了你还不知道呢。切，人家要不是看见你有俩臭钱儿，能跟你玩？哼，想什么呢你？你闭上嘴行吗？你这娘们就欠我揍你，欠我跟你离婚。你要干什么你啊？你要干什么？捅死你！我捅了你！你疯了你！我揍你！你不知好歹的动你！你放手你！哎，想死是不是？好，我成全你。没气最快啊！成，咱这叫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也混个同年同月同日死。倒是挺视死如归的啊，你不想给这世界留点什么话呀？要留你留吧，我头晕，可能已经煤气中毒了。我帮你快点吧，省得你遭罪。怎么不着啊？怎么爆炸呀？知道，你压根就没开，就你那个胆儿，吓唬谁呢你？嗨，海丽，我求你，哎，我求求你，咱别闹了，咱好好过日子，别闹了，成吗？啊？